一般情况下做完双眼皮手术以后呢，要注意几个问题。第一呢，刚做完手术以后呢，要注意眼睛的休息，避免过分的去用眼和睁眼。这样呢，因为刚做完手术以后呢，那个切口啊，刚缝上，然后过分的局部运动呢，可能会引起这个伤口内的出血，所以呢，要注意休息。第二呢，手术部位呢，要适当的做点冷敷，我们一般用一个冷的冰袋啊，或者是冰块啊，包上纱布，一次呢局部呢冷敷呢是20分钟，然后呢一般情况下间隔呢2-3个小时再冷敷一次。通过冷敷呢，第一呢可以使局部呢减轻水肿，第二呢也可以呢因为冷的作用呢也可以减少出血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做完双眼皮以后呢，我们要局部呢要用一点消炎药，比如说滴点抗菌素的眼药水，然后伤口呢要点一点眼药膏，抗菌素眼药膏，然后呢酌情呢吃上1-2天的消炎药。完了之后呢，做完手术后的第二天呢，一般要进行换药。换药的目的呢，主要是清除一下伤口部位的，比如说血块啊和一些其他东西啊，清除一下眼睛的分泌物啊，通过这些方法呢保证手术后的很好的恢复。